宋部长，你知道你的女儿她跟齐和民的关系不寻常吧？你帮我安排跟她见个面好吧。孙元和记者不久前已经递出了辞呈。辞呈？内部检举是赌上自己人生的事。该对这场悲剧负责的不是仁和，而是宋记者，因为这欲望毁了仁和人生。你认为我会放弃？你也太天真了吧。每周六日晚间8点到10点，皮诺丘。